渣吗？看第三句了，应该看不出来是我。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？那你会像我以为跟陈婷婷突然宣布结婚，今年他们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我还不晓得，但我觉得很好。陈婷妮私下有跟朋友一起聚过一次餐，但不太熟。然后互以为吗？对，也不熟，但是很祝福，因为今年其实好像蛮多人就突然。对，那你也是这个类型的吗？如果有公布的话，就是可能就大家可以直接去吃喜酒这样。还是想说以工作为主啦。其实我之前好像三十岁的时候有讲，但是好像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就是。一直在变，就随缘吧。今年要37了。哦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对，今年37。那你刚才说客串的钱没有很多，是真的有？啊，没有开玩笑的啊。你也有签保密协定？有，他刚刚说还有签。不能告诉凶手是谁。会被导演追杀？我也在猜啊。但是我是你自己有？其实有点看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变。然后有点罗生门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。那你真的很渣吗？看第三句了，应该也看不出来是我。会有怎么样？导演有特别交代，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有没有演，就看第三季。我觉得那个宇仁哥真的蛮厉害，就是连我身边朋友看到他就，他是李宇仁。我说对啊，他都看完了还不知道他是李宇仁，你就觉得他那个。第三季会看到你说，这是张宇仁。有可能，我想说是剧组那边是他们统一会公布，但是我不晓得就突然出来了，所以我自己有点惶恐，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。再来就是吴康仁吧，他演那个宝宝，就有角色可以吗？伴侣装蛮适合，但宝宝不说。像康仁能把那个妩媚跟那种他诠释得很好。嗯，我其实前几天才看变装。真的吗？花枝的吗？花枝的。有被自己美到吗？工作人员蛮想吐的。那你有拍你那个女装样子给女友看？有，也想吐了。可惜。每周二下午5点，请准时收看《星光娱乐新闻》。